OK，好，谢谢你们。现在我就 share screen，OK？、Okay? 好的，好，各位，今天我们来谈什么呢？今天我们来谈全球独特的生意模式，来怎样去呢？啊，倍增您的收入啊！我们是在一个倍增的生意，OK？所以第二句重磅的好消息呢，全球独特的 Zero Plus 模式，今晚会跟你们一一的揭晓啊！来，我们看下去啊。好，各位，我们呢是来自这间全马最大的药业集团，而且全马最大药业集团这里呢，你会看得更清楚了，我们写得更清楚，在这边这个 slide 呢是第一次面试了哈，第一次面试。好的，各位看好，我们1981年老板呢成立了我们的集团第一间工厂，叫做 Dynapharm 哈，西药制造厂。1985年呢，我们开了第二间的厂呢，做中草药，专门做中草药保健品哈。那么1996年呢，我们有另外一间厂呢，叫做 Dynalab Associate。那么做保健食品跟饮料的制造商啊，这个你们更清楚一点哈。那么1996年呢，我们就有美容产品啦，美容产品的工厂啦啊。所以昨天 Mr. Tan 帮我们分享了这个美容产品呢，就是由这间 Dana Cosmos 出来的。那么我们家喻户晓，我们的会员无所没有人不知的啦，无所不知的，就是这个 Belamo 也是来自我们的 Dana Cosmos 的。OK，然后呢，很多人不明白的是什么东西呢？很多人以为我们是做药而已。做西药啦，做一些 home care 等等，OK。其实呢，我们呢，还除了有医疗、有保健之外，我们还有生物化肥。那么什么是生物化肥呢？什么行业来的？各位跟你讲啦，就是农业，OK。所以我们说呢，不管那个市场怎么样，现在全球的疫情怎么样的话呢，医疗你少不了，医院的生意现在是吓死人的，有没有？那么保健错不了。现在呢，随着这个社会的发达，科技的发达呢。懂保健的人越来越多，对不对？那么呢，再来我们的食物，我们的粮食根本不能够缺少的，反而是这个行情不好、经济不好的时候呢，粮食更为重要，农业更为蓬勃，对不对？所以呢，我们也有一间厂呢，在2003年的时候成立的，叫做做这个 Dynapharm Lab，是专做这个水肥的啊，叶面肥。那么叶面肥在农药方面呢，我们农业方面我们会再 expand 更多的产品出来，这个你们要记清楚。因为接下来的 DCEMO 里面将会有这个农业产品的这个 planning 在里面哈，所以你们要去了解多一点什么是农业哈。OK，好，接下来呢，我们有天然营养保健品的制造厂呢，DNG Lab。当然呢，我们还有我们的这间营销公司 DNG Worldwide，是用传销的方式呢来这个生意模式哈。好，这里呢有一些照片，大家可以看一下的，有一些工厂我们有来过，当然。橙色那个 DNG Worldwide 呢，就是我们的工厂了啊，我们的公司了，在福州的。OK，好，那么其他的你可以看到都是我们不一样厂的照片，那么有一些呢是我们的 CGMP 里面生产部的照片呢，今天给大家看了。那么有一张呢，你可以看到里面有囤了很多货的，那个就是我们的货仓，也就是我们所华语叫做 warehouse。OK，所以我们的 warehouse 呢是非常大型的一个 warehouse，你可以看到那个 rack 呢是非常高的一个 rack，那么都是储存什么？储存我们的这个。西药啊，我们的保健品等等的，OK，好。那么今年2020年呢，我们将会开始就是用了我们这个新的工厂，OK，新的工厂不是搬厂，我们是有一间新的厂。那么这个新的厂呢，我们投入了1亿元在上面呢，主要呢来生产高科技的一些产品，在 Penang Science Park，OK。所以一样的，我们非常欢迎各位来参观，但是现在还不能啊，MCO 过后找我安排我们参观，但是要等这间厂开了过后，OK。好了，我们在全球呢，超过50个国家呢，有我们的产品在里面，超过3000种，对不对？那么在去年呢，我们的集团的这个营业额呢，超过3亿美金，就是马币砸差不多12个亿啊，12个亿，所以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数目。也有我们的 supporter 像你们这样的，在全球各地呢，都一路在支持我们40年，这个根基呢，是一个40年的根基啊，各位，我们的集团呢，已有相当，这个我们说历史了哈，很多很多里面的我们说故事，很多不同国家的开发等等。那么这一系列东西呢，我们会等这个星期天，由我们的创办人呢，Mr. Perry 跟大家分享。OK，那么大家看一下哈，在2018年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清楚啊，非常清楚呢，我们公司呢，用了一个新的模式，叫做 Zero Plus 的模式。那么这个模式的概念呢，就是。各位会员在我们的公司里面消费的时候，在买产品、买配套、做会员的时候呢，公司会有一个模式叫做 Zero Plus 模式呢，让你每一次的消费都会免费呢配送这个 DC 给你们。
okay, 这个 DC， 那么需要达到什么呢？你们会员顾客越吃越便宜，对，越吃越便宜，那么慢慢的会这个财富呢我们说收入呢会翻倍， OK。 那么为什么是 DC 呢？怎样是 DC 呢？各位，在外面我们说这种回馈的方式，或者说 reward 的 rebate 的方式呢，很多公司在做，前几年在做的公司呢现在已经不在了，可能你在 Google 里面按他们的名字都不在了啊，一两年两年半年炒一下不见了。那么今年我们2018年时候 launch 这个 Giro Plus， 到今年呢不但还有在这边跟大家在做分享，而且我们很多会员已经从中受惠，对不对？然后呢我们的 DC 呢慢慢的啊开始你会看到它的体验，它的这个价值， OK。 所以什么是 DC 呢？给各位看一下。好，那么 DC 呢是我们采用这个区块链 blockchain 的一个技术呢，拿来做一些大数据哦，然后拿来做大数据，那么它的这个价值呢在未来呢也会倍增，对不对？而且最重要的是限量发行的，那么它也是我们整个世界的趋势。如果刚才你有听我们的首相在讲的话呢，他给了很多我们说糖果，对不对？给人说糖果，那么里面有几样是 e-wallet 的 e-wallet， 明白吗？电子钱包。那么他要鼓励呢马来西亚我们全国人民呢，好像每一个人50块，18岁以上的要你去消费，那么要你去用，用什么呢？不是用以前那种现钞了，当然这现钞还是有用了，你不要你可以给我，现钞还是有用。但是现在的全世界在鼓励什么呢？ contactless， 就是呢可以电子钱包是最好。所以马来西亚我相信每一个人电话里面呢一定会有一些电子钱包在里面， OK， 牌子我就不讲了，什么品牌就不讲了，但是我觉得很方便，对不对？有一些人给 rewards point 的，像bonus link，在马来西亚是我们说太久了哈，你去打油之前呢你都忘记先拿 credit card 出来，你先拿 bonus link 的卡出来，对不对？所以有的人给了你呢，给你的是 point， 有些人给你的是 product， 有些人给你的是 product voucher。 但是今天我们公司给你的是 DC。 什么是 DC 呢？刚才讲了，它在未来呢不只是一对一，它可以升值的，对不对？它可以升值的。那么当然区块链这个技术呢是全球中国美国欧洲等等很多国家呢都在采用这个区块链的技术啊，在生产方面啊，生产经济方面啊，生活方面都在用的这个 blockchain 的技术。那么 DC 结合了 Giro Plus， 就形成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会议。那么这样多的会员呢挤进来这边呢，好，我看一下，哇，原来我在讲话的同时呢有200多个人进来了哈，谢谢你们，我还没有注意看到我们的 participants， OK， 继续分享出去啊，继续分享出去，我们这边呢可以 maximum 去到几百个人都没问题的， OK。 好了，那么这个 Giro Plus DC，很多人当时呢两年前还不懂什么是 DC 的，更不懂接受 Zero Plus 这个 concept。 那么慢慢的两年后，其实我们会员呢很多时候呢领袖都忘记去讲Zero Plus 这个 DC。 理所当然在 DNG 里面呢，我消费我买东西一定会拿 DC 的吗？一定是 Zero Plus 吗？理所当然的。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模式以前在成立的时候很多人并不明白的， OK。 那么今天有一个好消息告诉你们，现在我们公司的 system 呢是暂时关闭做升级的，shut down 做 upgrading。 upgrading 一好开始起来呢，各位你们的 DC wallet 呢就会每一天呢用 0.08 来进去你们的这个 wallet 里面啊。那么如果你是我们的会员呢，你懂的，这两年来都是 0.07、接下来我们将会是 0.08， 那么统一两个 wallet 呢进去你的这个 DC wallet 里面， 0.08 给你们的，是说这个是第一个我给你们的好消息啊，来给我一个掌声一下好吗？给我一个好掌声一下哈。好了，那么得到这个消息过后呢，那个 DC 又每天多了 0.08 了，那么拿来做什么用呢？你的像我们的 Mr. Ng 之前跟我们分享过，他的 wallet 里面有很多 DC， 那么这个 DC 拿来做什么用？来，我们看下去一下，看到了吗？这个 DC Emo coming soon 哦，敬请期待。现在我们的系统呢跟 DC Emo 呢是在连线这啊，连线好了过呢，我们会有一个连接，每一个会员都会有一个连接，你只要把这个连接呢发出去给你的朋友，那么你的朋友看了里面的产品，他想买任何产品的话，他一 click， 那么他在里面消费，在里面购买的话呢，各位这个朋友呢已经呢间接的进入了你的这个组织图啊，间接 OK。 什么叫直接呢？到时候呢你去问你的上线啊，今天不要讲的太复杂 OK。 好，那么这个 DC Emo 里面主要是什么 concept 在那边？在里面呢我们会有很多产品 OK， 很多产品在里面，那么有些是我们的，有些可能是别的牌子的 OK， 等一下会给你看。
那么在里面呢，如果你是一个消费者、一个顾客的话，你在 DC eMO 里面，你所消费的东西，第一，你可以再获得 DC， 这是第一点哈。第二点，你可以用你本来的 DC， 在 DC eMO 里面呢乘二，就是它的 value， 本来你有 DC 是价值十块钱的，但是你在 DC eMO 里面这个十块钱呢，它会体现出二十块钱的这个 value 在那边，就是说什么呢？你买东西便宜了。那么今天如果你是顾客的话，你有用这样的想法去想，没有错的，就是东西便宜了嘛，对不对？我本来买这个东西是30块的，用得过我便宜了，但是这样的想法错了。 OK， 我们要善用资源。公司今天给你这个平台呢，不只是给你越买越便宜，越用越便宜，不用钱而已，我们会开拓第二次的机会，让所有的会员呢可以在 DC eMO 那边，除了可以买到便宜的产品之外， OK， 买到很好的产品之外，给你呢第二次赚钱的机会。来，我们看下去哈。 OK， 来，这一张图呢是全马各地，包括新加坡呢，全球哈，全球今晚的首播，是第一次出现在大家的前面，所以我相信大家呢，很多人在时候呢啊，可以用你的 iPad 啊，用你的电话呢，开始在 screenshot， 对不对？没有错。在接下来的 DC eMO 我们 launch 过后呢，你会看到一些保健品啊，一些美容产品，一些家庭用品在里面啊。那么包括shampoo 啦，其实我已经在用着我们的 shampoo 了，我已经在用着我们的新的这个 body wash 了，有没有？但是我们全部在等，大家在稍等，一个礼拜十天的时间呢，我们出来过后会跟大家见面。那么我们的目标什么呢？我们目标在一年里面，我们至少呢会在里面慢慢上架100样产品。OK， 慢慢上架100样产品。那么有什么系列呢？各位可以注意看一下啊。OK， 来，等一下我拿一个 spotlight。OK， 那么各位可以看到我的 mouse 吗？可以哈。那么你可以看到我们有 health product， 对不对？我们有 health product， 就是保健品。那么你可以看到前面一个有一个 Bago Bar 啊，当然第二个 Brand Max 你会看到，对不对？ Brand Max 就是我们公司的产品了啊。Colostrum 是什么来的？牛初乳，对不对？ Lisella。那么我们往下看 ，OK， C 五百在这边， Gym Plus 在这边， Vitara 在这边，有没有？我们再看下去，哎，好像有新产品 ，Shape X Nutri Drinks， 哎，各位。这些名字呢是我们暂时放下去的名字，因为我们要等到全部注册好了过后，新产品等等的，我们才会给你知道真正的名字。这个是我们在做这个 slide 给大家看的时候呢，给大家知道的一些占用的名字。 Alright， 好，还有一个你看到 Tiger Mushroom 吗？ 虎什么虎汁，你知道吗？ OK， 这个在市场上面呢现在卖得很红的。那么在这边呢你可以找到quality 是一样的，甚至它的 quality 更好的 formulation 更好的，而且价钱呢只有同价或者比它更便宜，明白吗？同价比它更便宜，这个也是我们的创办人 Mr. Perry 呢他想带出来的一个信息。就在这边呢DC eMO 的平台上面，我们是专打养生医疗保健， OK， 只要你想到 wellness， 你想到这个养生保健的话呢，就想到我们这个平台 DC eMO。 我们是不会卖那个电器啊什么，不是哈，不是那种东西，我们是养生，对你的健康，对你的生活可以提升你的素质的，在这边你会找到，陆陆续续我们会放进去里面。 OK， 好，我讲到 DC eMO 这边的时候呢，我们人数超过250个了哈，谢谢各位，可以再分享。 OK， 好，那么我们看到 Spirulina 有看到吗？蓝藻，哇，这个蓝藻跟你讲，在上一个年代呢是非常红的一个产品来的，全球全马跟你讲，每一户人家都懂这个蓝藻的。它的 point 是什么呢？我们也有这个最新 formulation 的蓝藻。那么你可以问一下你的领袖啦，你的领袖早几天跟来跟我们开会的时候呢，已经有试过 test 过这个的，我们说新的蓝藻啦，有没有？外面呢也有其他公司在卖着，那么我们的 quality 也比它更漂亮，味道比它更好，有没有？价钱呢比它更便宜，甚至是一样的。重点是什么呢？你在这边买 Spirulina 来吃便宜，对不对？因为你有利息用吗？如果你是拿这边的 Spirulina 去转卖给外面你的顾客，对不对？你的我们说会员顾客的话呢，各位，你的利润呢是会很好的。为什么呢？你可以看到下面右下角这边哈，创业者的看法就在这边呢，开创第二次的机会 ，DC 价值呢乘二。OK， 来我们看回去，你可以看到我们有 Feminine Hygiene Spray 这里 spelling mistake。OK，Feminine Hygiene Spray。OK， 这个是我们说个人护理方面的啊。Body wash, hair wash 啊，我们最新的肥皂看到吗 ？M Clay 也在里面。Propolis toothpaste 看到吗？这些是一个新产品啦。还有妈妈们最喜欢的 cookware，
你知道吗 ？Cookware 在八零年代到现在呢，都是每户人家呢，跟你讲最好卖的一个产品来的。很多敲门的生意都在用 Cookware。好了，你可以看到 Beauty Product， 你可以看到 Eco Home Series， 就是家庭那个洗碗啊、洗地等等的 Consumer Goods，OK、okay， 一些吃的盐，我们也会卖盐，但是我们的盐呢不是普通的盐，我们的盐是驻盐。你可以看到 ，OK， 眼睛亮的朋友应该有注意到了。下面 Sasa Inji Cooking Oil。我们的 D Vitara 里面，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 Sasa Inji Oil 的 ，OK。但是呢，我们这个我们将会出的是 Sasa Inji 的 Cooking Oil 啊，用好的油来煮饭，用好的油给你的家人吃 ，OK。上面你可以看到 Food Beverage 这边呢，就是我们的咖啡啦，我们的饮料在这边。饮料方面，你注意看最后一个 Chocolate Malt Drinks。Chocolate Malt Drinks 呢，几乎是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会有的一个饮料，有没有？它的市场非常非常的大，做全球的，明白吗？那么我们也会出呢这个 chocolate malt drink， 而且是健康的，有没有？比较健康的 ，OK。好了，我们除了这个，我们还有 garment wear for health series 呢，是我们一些 garment，OK、okay?。那么我们接下来看呢 essential oil series， 啊，这个太多了哈、啊，后面还有 healthy sleep series。好，我们的这些产品呢有非常非常的多哦，那么大家拭目以待。最重要的给你们了解你们的 DC， 你们的 DC 两年前你拿到的 DC 啊，如果你刚刚昨天才进来的，对不起，比较慢了一点哈、哦。他们两年前进来的，他们的 DC wallet 里面已经是很多 DC 了，一直在等着在这边消费，有没有？等着在这边买，为什么你在这边买的，又再重新拿过 DC 一次 ？OK， 所以记得 DC emo 我们将会出来，但是呢，产品不会一次过来这么多，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每个 category 呢一样一样的。慢慢上架，一些一些的上架，明白吗？所以呢，我们一直会有新产品出来，对不对？很多啊。那么更劲爆的消息，关于这个 DC EMO 的呢，它的未来呢会发展到怎样的一个境界呢？礼拜天进来跟我们啊听 ，OK 好吧？礼拜天好了 ，OK， 这样我们看下去哈。好，这个是众目期待的时候了哈，就是我们的升级版的市场计划。想不想听有关于钱的东西呢？想听的话给我一个赞好吗？我看一下哈，给我个赞一下。哎呦，没有看到嘞。啊，有了有了，看到了哈，证明说呢你可以听到我的声音呢还是很清楚的。OK， 非常棒。我只是要试试看我的声音还有没有在而已。OK， 因为怕等下突然间声音断了。好，这么好的背景，做全球的生意，做那种我们做的是这个行业是不能够被缺少缺乏的医药保健。那么有这样的模式，又有 DC 在后面，又有一个 DC EMO 来体现出这个DC 的价值。那么当然了，它价值不单单在 DC EMO 里面体现的，会在全球的市场里面去体现这个价值。重点来了，就是说市场计划 ，marketing plan 呢是一间传销公司里面的一个灵魂，它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的。OK， 那么你们的花红，我们大家的花红都会在这个 plan 里面。OK， 来，我们注意听我讲先 ，before 我进去开始呢，大家注意一下，接下来呢我们。为什么会做这个动作？那么我们的创办人呢有跟我们讲，这老板 Mr. Perry 跟我们讲呢，他希望在这个疫情的时候，全球疫情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很多公司在裁员，很多公司在考虑这会不会就是禁买那个生意啊，就是把停业休业暂停等等。这个时候呢，我们反而应该是更冲去市场，那么我们应该更协助帮助其他人，帮助别人等于帮助自己。那么在公司呢这个 planning 里面呢，我们把市场计划提升了，目的是要简化我们的这个配套，简化跑龙配套，优化我们的配套，优化我们的配套，最重要的提升花红。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些 slide 呢，我们有一些花红的名字是很新的，就是之前如果我听我讲了，我当你是我们的会员，已经是非常熟我们的 marketing plan 的，我才跟你讲 OK。 所以接下来你会看到一些花红是新的，来我们看一下去哈。OK， 来我们看，大家可以看到吗？可以了哈。好，十大奖金，全球独创的倍增的这个我们说制度啊，倍增的这个制度。好了，重点在哪里呢？第一个奖金呢，我们看一下新朋友，你刚刚进来的，你注意看这个哦。等一下我讲到 plan 那边的时候，你要注意看第一个、第二个你非常需要看的。然后我讲制度是这样子，然后你听我讲。我们要认清楚我们需要看的是哪里。今天如果是刚刚进来的话，新人的话呢，第一、第二你要注意看 sponsor bonus、special sponsor bonus， 这个是非常跟你有关系的。
接下来一段时间过后呢，你开始开发组织过后，两条线开始跑过后呢，你要注意什么？对碰奖金跟特别对碰奖金啊，没有错啦。如果你有注意听我讲的话呢，第四个特别对碰奖金呢，这个是新的啦。哦，等下我拿我的 highlight 出来啊。OK， 这个看到吗？对碰奖金、特别对碰奖金呢，这个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嘴巴讲这的 phase two， 但这个呢是 upgrade 版本哈，我们叫 special pairing bonus。OK， 其他公司呢只有一种 pairing bonus， 我们这里有两种啊，两种的啊 sponsor， 两种的 pairing bonus。再接下来呢，我们有 infinity bonus， 这个大家懂了哈。Matching bonus 大家也非常熟。好了，第七个、第八个，大家注意看一下，第七个是新的花红，操作奖金 key in bonus。这个呢，不管你是新人或者是旧人，这个操作奖金呢都跟你有关系啊，都跟你有关系。OK， 那么接下来也是一个新的花红呢，叫做 traveling point 旅游积分，这个是全新的，而、啊、全新的东西，想不想旅游啊？想旅游的话，记得听我讲。OK。好，270个人了。OK， 好，我们破纪录了，谢谢各位，谢谢你们的捧场，谢谢你们的支持。再一次的啊，快点发出去，因为我还没有讲到细肉，知道吗？哦，所以继续的发出去。OK， 人数一直在增加哈、哦。好，第九个名人堂 Hall of Fame， 也就是我们 Director Board， 你可以看到很多 Ruby、Pearl、Emerald， 然、哦、后我们的 Sapphire 等等就在这边。接下来呢，董事花红啊，那么这个等一下你注意听一下是什么东西好吗 ？OK。我们看下一张啊。好，我们一个一个花红呢来跟大家讲。那 before 进花红呢，我们先看我们的配套先。刚才讲了，我们之前呢会有很多不一样的、啊、配套名字、啊、premium LB 等等。好，接下来的时候呢，各位只要记住，我们只有四个 ranking 就好了，我们只有四个 ranking。 那么我们有 UV， 那么这个你会看到 package flexi 跟 SSB， SSB 就是这个 special sponsor bonus 特别介绍啊，特别推荐奖金。OK， 来我们一层一层看 VVIP。OK， VVIP 呢啊，就是大家懂的 VVIP 哈、啊，我们的 ranking。那么 UV 四十，哎，这边跟大家提一提，在新的这个 system 里面呢，各位会发现到呢，你们的 UV 之前所存下来的 UV 全部会成长了，全部会成长了。OK， 那么呢，可以高达四倍的成长。OK， 在你们的 UV 里面，那么接下来可以看到我们的 UV 呢。的数目呢都会比较大，我们提高了这个 UV 的、这个数目。 OK， 来我们看一下 VVIP 是40分的、啊、VVIP， 那么这个 VVIP 我们是多少钱呢？270块。那么什么产品呢？暂时我们是 Mangosteen 加 M Clay， Mangosteen 加 M Clay。 Alright， 等一下我看一下哈。 OK， Mangosteen 加 M Clay 270，那么 product 是 fixed 的， SSB 相当高，SSB $41哦 ，11 $11。那么各位请记住，这里现在给你再一个好消息，你有笔的话你抄起来啊。什么东西呢？我们的刚才讲了，我们的 DC 是变成 0.08， 对不对？那么现在你要抄一个起来，就是我们所有电脑里面的 system conversion rate 变成4，本来是 3.5 的，现在变成4。所以你看到的美金，所有的美金数目你看到都会乘4，好吗 ？OK， 好，我们继续看哈。OK， Silver 呢是200分 998， 那么这个已经是 Flexi 了、哦、Silver 以上是 Flexi， 你可以拿到1040的产品，那么 SSB 是20，那么 Gold 呢是800分。 OK， Gold 的分数800了，那么你会想一下、哦、以前是多少分。 OK， 以前多少分你可以不用管它，因为呢现在我们新的将会是800分、哦、那么 Gold 呢也是我们公司最好卖的一个配套，所以等一下我给 example 给例子的时候呢，我全部会拿 Gold 来做 example。 OK，因为今天在听的、啊、我看多人了、哦、278个人就创新高了、哦、所有的人都是以勾至少勾进来的，今晚也会有很多歹兵在现场、哦、因为要听我们劲爆的消息。所以 OK， 来3980，这个我们非常熟的一个数目，那么4280的产品你可以选 SSB80、啊、SSB80。 好了，歹兵简单了，我们歹兵的 package 其实就是三个勾，你只要买三个勾乘3980就等于11940，也就是说我们的代电量呢是比以前呢更低门槛了，更低门槛。那么产品你可以拿到12840， SSB 呢也是80乘3变成240的。 OK， 来注意一下，好消息来了。什么好消息呢？以上的配套全部免邮，我们包邮包到完。 OK， 但是以上的价钱呢，这个价钱表是西马的价钱表、哦、我们东马跟西马的价钱表我们把它分开。那么重点来了，各位，以前我们是不是有
LB 38仙、58仙、180仙，对不对？来，好消息，给我个掌声一下好不好？我们接下来的配套全部180仙 LB， 也就是180仙 DC。OK， 好，那么这个呢是马来西亚西马的配套。那么东马的配套呢，我们这里也有，主要呢是那个 package 的价钱跟 flexing 呢都相对的提高，也是180仙的 LB。那么主要呢，我们是全部也是全免那个免油的。好，那么为什么这样子的话呢？因为在东马那边呢，我们包含了这个油费在里面啊，所以呢，我们的配套呢也增加了我们的 flexi 的这个 amount。4280我们的那个 go 配套呢，那么产品你可以选到去4580的，好吗 ？OK， 来，我们再往下看。来，这个奖金呢，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奖金啊，我喝一杯水一下 ，OK。280创新高了哦，各位，谢谢你们了，创新高。继续来，继续来，那个朋友继续来哈。刚刚才进去我们的市场计划不了。好，第一个 sponsor 叫做 sponsor bonus， 很简单的，你推荐一个人那个奖金。来，我们拿 UV 乘18仙 ，UV 乘18仙，很简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推荐奖金，很简单的，每一个配套里面的我们都有配送这个 SSB 在里面 ，VVIP 11块 ，Silver 20块 ，Gold 80块在里面，对不对？刚才有听我讲了。新人听注意哈，新人这两个花红呢跟你有很密切的关系。今天你一去介绍一个人，介绍一个人，第一个 customer 第一个会员在你下面的话，你就是拿他这个花红的，明白吗？来，我们看一下，今天如果你推荐一个 Go 的话，3980呢，你的收入将会在第一个花红里面的800分，因为一个 Go 是800分，乘以18仙，你会拿到80块美金啊，拿到80块美金。那么特别推荐奖金呢？因为 Go 是80块的关系，对不对？所以80加80等于106块美金，简单吗？ Direct 的啊， Direct 就是说你介绍一个3980，你赚马币640。为什么马币640？因为160乘以4，这个是我们的 system 的 conversion rate 啊，160乘以4等于马币640块啊，简单。OK， 好。那么呢，如果说那个 SSB 呢，刚才我们说了特别推荐奖金呢，它有一个 roll up 的啊，它有一个 roll up。那么你要拿到完这个特别推荐奖金呢，在一张单里面、哦、你要拿完的话，最好就是Titanium，Titanium 你完全不用看这个东西了哈。为什么 Titanium 你拿完、啊、如果不是的话呢 ，Gold 啊 ，Silver VIP 呢，在一张单里面，你的 maximum rollout 的是到这边而已。OK， 这个你要比较清楚的话呢，你可以去问你的上线哈。来，好了，好，我们再看，这个是第三个花红啊、哦，第三个花红 ，OK。那么接下来我们的 padding 呢、啊、左边200分右边200分这个对碰呢等于一个碰、啊、这个叫做一个碰好吗？一个 padding， 来我们看一下，很简单，200对200一个碰138仙、啊、200对200你乘138仙就是一个碰了好吗？来我给你一个 example 一下，一样的你推荐、3980 OK， 推荐3980，那么对碰奖金呢就是3980的 UV， 然后两边那么3980是800分乘以138仙等于104啊，等于104。OK， 104乘4呢，等于416块马币啊，这个很简单。好了，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是重要的东西了。为什么今天你要选择 VVIP Silver Gold 或者是这个 Titanium？ 各位，就是因为这张图呢，跟你的收入呢有很大的关系。那么我们的 plan 呢，我们 DNG 的 plan 的好地方什么呢 ？You get what you see， 你看到的你将会拿到。我们不像外面一般公司写到很漂亮，但是你看到拿不到的，有没有？你拿到的可能变成 point， 可能变成其他东西，我不懂。OK， 我只懂我们的，后面我只懂我们的。OK， 来我们看一下，今天你为什么要做 VVIP？VVIP 呢？当然你的starting capital， 就是说你进来的时候呢是比较低啊，270你可以进来。那么你的 maximum pairing per cycle， 什么叫 per cycle 呢？我们一天触发红两次，一次我们叫一个 cycle， 啊，一天触发红两次。12个小时一次，12个小时一次，好了，那么呢，我们的 maximum pairing 一个 cycle 呢是1000分啊，对碰1000分 maximum pairing， 那么你乘138仙的话呢，等于130。哎，我拿我的笔出来哈，我拿我的笔出来。OK， 看到吗？一千分你乘138仙等于130，130你乘以4，因为那个 rate 就呢一个 cycle 你可以拿520，一个 cycle 的花红拿520，那么一天有两个 cycle 对不对？你就拿1040。OK， 一个月有30天，对不对？你拿1040乘30天，等于31块啊，是不是31块？31200块啊，31200块。OK， 很简单。那么一样的算法呢，我们可以往下看。今天你是
Silver 的话，你的 maximum padding 是2000， 那么你 monthly maximum 呢可以去到62000，啊 monthly maximum 去到62000。如果你是 gold 的话呢，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 gold， 所以你们注意这边 gold 这边哈 ，maximum per cycle 呢是6000 UV， 啊6000 UV maximum per cycle， 一天2个 cycle， 一个月你的收入呢，如果你是 gold 的话，单单在这个奖金你可以拿到187200。 单单在这个花红而已啊！那么今晚我知道呢，有很多Titanium在这边哈，看一下人数，哇，290多，哇，我们的人还继续进来哈。那么非常好，谢谢你们哦，来继续看Titanium，OK，Titanium是我们最高频的一个阶级，也有很多人成为Titanium。接下来Titanium呢也是那个门槛也是非常低哈，所以大家把握机会。Titanium呢你会有三个户口，Titanium有什么好处呢？你可以 double up 你的收入，OK？那么怎样去达到你的收入呢？今天我就不详谈了哈，所以你可以去问回你的上线。今天我给大家看到的是一个你们的花红怎么样来啊，数目多少？所以 Titanium 我们用一个 lot 来算的话呢，你的maximum pairing per cycle 是12000分，这个是非常提高了很多哦。你可以 compare 跟以前的，你可以提高很多。那么一个月一个 lot 374400，OK？ 马币 374400， 这个是一个 lot， 三个 lot 的话呢？ 你们继续存好吗？继续存，所以不用担心这份PPT 呢，PPT 呢会给大家的 ，OK？ 好，这里给你一个 example， 给你一个 example 啊，你再推荐两位 gold 哦，两位新朋友，一个 A 一个 B， 那么 A B 呢就带来了800分，800分给你，对不对？那么推荐奖金你拿800分呢，乘以18%，你拿了80块，那么两个人对不对？你就拿了160，我拿了160，那么特别推荐奖金一位是80块。 还记得吗 ？SSB 80块，两位也是160。OK， 那么对碰奖金呢？ 800 UV 乘13%是104块，等于美金是424啊，424。那么在 system rate 城市的话呢，只要介绍2个3980，您的收入将会是1696马币。各位，如果你非常熟的，我就当你很熟我们的 marketing plan 的，有没有？在我讲到这边为止，你是不是已经发现你的收入增加了几十？ 几十%呢？啊，你们增加了几十%在那边，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的，我们的老板 Mr. Perry 呢，想为大家带来的一个好消息。在很前面的奖金而已，我们有10个，这前面第3个而已，很简单的，你只要介绍2个人，收入1696有没有？已经看到几十%的 percentage 在那边增加了。OK， 好，这个到此为止哈。那么如果你在第3个 pairing bonus 里面你拿满了的话，怎么办？ 很多传销的，我们说老前辈今晚在这边看着的。通常外面的公司呢，拿满了过后很可怜，什么拿满过后，不单是没有得再拿，是以前做下来的业绩、储存的业绩、库存的业绩全部不见了。我们没有 ，OK？ 我们拿完 pairing bonus 过后呢，我们接下来会拿另外一种 bonus， 也就是刚才跟你们讲新的一个名字，第2层的 pairing bonus，special pairing bonus。你先拿完刚才的。 第3个网红你拿完过后呢，你接下来你看这个 ，OK？ 那么你在那边拿完过后呢，你的业绩呢会搬过来这边给你再拿一次。那么这边怎样拿呢 ？VVIP 你拿38000，就是这边对碰的你拿38000。那么 daily 呢是500美金啊。那么我们用马币来算比较容易啦，就是一个月呢，单单你是 VVIP 而已。如果你前面拿满，后面这边你过来拿的话呢，你可以拿多一个60000啊，可以拿多个60000。Silver 的话呢是48000，你可以多拿20000。 Gold 58000，后面多拿240000哈。那么 Titanium 呢，也是一个 lot 而已，我们用一个 lot 来计算，一个 lot 呢也是拿480000。OK， 那么我们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坐下来呢，算一算，如果3个 lot 前面拿完，后面拿完，我那边是多少钱？跟你讲，超过500万的，有没有超过500万的 ？OK， 好，那么要给各位知道什么东西呢？在这个升级版的市场计划呢，你可以看到很多东西我们都是简化了的。 包括这个 pairing， 在这个 special pairing bonus 里面呢，我们就记得4个 ranking， VVIP、silver、gold、titanium， 3456，对不对？很容易算。 OK， 好，我们再看，接下来呢就是 infinity bonus 啊，这个相当啊，各位相当清楚了。也就是说，如果你做到公司的一个业绩过后，公司会送你一个户口来。我们看下去，任何一个人，那么。 什么 ranking 都可以哈，什么 ranking 都可以 ，OK。 那么你如果说一个月里面你对碰10000 UV， 那么你可以对碰10000 UV 的时候，我相信你不会是 Silver 或者是 VVIP 的。通常有这样的一个业绩的话呢，你会把你自己提升
至少过或者是百 Dinium 的啊。所以一个月里面，如果你有对碰10,000个 UB 的话呢，你可以获得公司送出的一个10,000。10,000 UB， 各位哈，这个我特地放一个颜色，10,000 UB 免费获得一个10,000。那么在另外一个月里面呢，如果有30,000 UB 的话呢，对碰你可以获得1度另外一个户口。所以在我们公司里面呢，我们总共可以拿几个户口？5个，有没有？代 Dinium 拿3个，有没有？代 Dinium 拿3个，然后这边 Infinity Bonus 我们多送你2个，好，能的话尽早把这个5个户口拿到手上，应该能的话越早越好，把它拿在手上。为什么？钱来的，各位，来我们看一下，也是一样，给你一个 example。Go 的话呢，3980，如果下面有一个3980，在你的10,000下面的话，它会是800分，对不对？放在你的那个10,000公司送你过后，你把它 key in 下去，那么这个10,000呢，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收入给你呢，就是800分乘以38仙，24块 ，OK， 24块的。哎 ，share screen not moving 啊，有吗？有没有动？让我看一下哈。来，各位，我的 screen 你有看到吗 ？Infinity Bonus 这边有的话，你给我一个 good 一下好吗？啊，给我掌声一下。还是什么的，给我啊，有哦 ，OK， 因为我收到message 讲我的这个 screen 没有动哦，这个我会很紧张。如果没有动的话，我一个人在那边讲话傻傻的哈、哦，对不对？所以你们要给我知道嘞哈、哦。OK， 好，那么这边呢 ，Infinity Bonus 800分，你乘一个38仙，等于24块美金啊，24块美金，我们来看下去。OK， 乘4 96块，就等于说，当你有了10,000或者1都过后。凡是一个800分，我们说一个3980进来在下面呢，是自动的系统帮你算乘38仙，啊，就是拿96块嘛，很简单的，对不对？一条线都可以赚钱 ，OK。但是今天呢，我们不会谈太深入哈，还是一样，因为后面还有很多东西要给大家了解的，啊，给你们知道有这样的一个提升 ，OK。好，我们再看，那么如果你的组织里面呢，也有很多人有这个10,000过后怎么办？在其他公司的话呢，他们就被 block 掉了，他们会叫做被 block 掉，对不对？那么在我们公司里面呢，如果你的组织里面下面有很多这个10,000的话或者1都的话呢，各位，我们拿什么？我们拿他的 matching 啊，拿这个配对奖金 matching 来，我们看一下哈。好，那么这个 matching 呢，我们也简化了 ，OK， VIP Silver Gold Diamond 代 Dinium 哈。那么为什么会有 Diamond 在这边呢？因为原有的各位朋友呢，原有的会员到现在为止，你是我们 Diamond 的话呢，我们还是会保留这个 Diamond 给你的，只是说新朋友进来的。就没有 Diamond 这个 ranking， 我们只有 VIP Silver Gold Diamond 啊，代 Dinium， OK， 所以最高我们可以去到10代啊，那么这个几代的，这个是非常大的一个图，在我们真正在画 marketing plan 的时候呢，这一个部分呢是非常吸引的啊，我们的收入呢就好像人家开 franchise 这样子，他们的生意越大，他们的收入越大，你的收入也跟着越多越大啊，这个就是我们的 matching bonus power， OK， 所以我们讲到第六个奖金啊，讲到第六个奖金。接下来跟你讲的是我们全新的一个奖金，好吗？全新的，这个叫 Key In Bonus。我还没有讲下去的时候呢，我看一下哈，291个人，可以再分享吗？看能不能够超过300个人哈。OK， 好，来我们看一下哈 ，Key In Bonus 超奖金。今天如果你还不会电脑操作，你还不会电话操作的，那么请注意这项东西跟你没有关系，除非。今天过后你去学，你学起来过后，这个钱你就可以拿得到了。为什么？任何人都可以帮您自己 key in 这个业绩， key in 这个我们说业绩哈。所以在操作方面呢，很简单的。其实接下来呢，我们全部是全自动化，就说你在网上呢，像现在这个 MCO 里面你都可以看到了 ，Office 没有开，对不对？很多我们的领袖呢都在家里面作业，那么在家里面 key in key 单，帮下线呢注册报名做会员。那么货直接送到顾客的手上，会员的手上。那么你呢，赚了什么呢？现在你会多赚2.5%，2.5%哦 ，2.5% 的 on 这个 UV，OK，2.5% on UV。我给你一个 example， 今天你帮一个会员 key in 一张单啊 ，key in 一张单。那么这个单如果是 go 的话，也是 go。为什么我拿 go 来做例子哈？因为 go 呢是我们公司最好卖的。这个配套 ，OK， 不管是在马来西亚的或者在新加坡呢 ，Go 一路以来都占了我们公司最大的业绩哈，很多人呢都是拿 Go 进来的 ，OK， 因为代 Dinium 也是 Go 来的哈。来，我们看一下，
像 Kimball 那是很简单，就是我们购配套呢拥有800份，对不对？800份乘以 2.5 等于20块美金啊，那么来乘一个4等于80块。换一句话讲，就是你只是 key 单，应该不用十分钟的东西 ，key 完单，那么你就多拿了一个80块的花红。重点在哪里呢 ？Key in bonus 呢，这个也会计算进我们的 Hall of Fame 啊。等一下你会听到，那么如果你已经是知道什么是 Hall of Fame 的，你在 fighter 的话，那么各位key in 多一点啊，不会电脑不会电话的话去学，这个80块将会是你的，你自己想看，如果你一个人一个月可以 key in 这个3980十套的话。你从这边你就说赚800了，还没有算对碰啊 ，sponsor 什么，你赚800了，对不对？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好，这个是全新的东西哈、啊，旅游积分 ，OK， 旅游积分，全新的一个 traveling point，OK，、okay, 这个 traveling point 挺清楚哈、啊。全新的东西，它里面其实包含了两个东西的啊，各位，来我们看一下。第一 ，system 一开始过后，系统一开跑过后呢，自动的 setting。每五个对碰，公司的payout呢将会100%去 DC， OK， 100%去 DC， 那么呢 DC 每一天0.08那边拿回， OK， 那么同时间每第五个对碰呢将会生产出一个积分，什么积分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积分暂时我们叫 TP 了啊 ，Traveling Point， OK， 那么这个积分拿来做什么用呢？每五个对碰，就是说今天200分对200分是一个碰，对不对？200，200，200，第五个。啊，就产生一分，六七八九十，第十个又产生一分，十一十二三四十五，第十五个又产生一分。那么这个分数呢，你慢慢累积起来啊、哦，因为是自动的，你不用特地去 fight 它什么，只要你业绩照跑，两条线照跑的话呢，因为它是用对碰的，你一定要开两条线的啊，所以两条线跑，你有对碰花红，你就有这个积分啊，简单吗？你有对碰花红，你就有这个积分，第五个就会产生出一分啊，所以越多对碰花红的人，这个积分就会越多，听清楚了吗？OK， 所以当你有累积到100个 TP 的时候，当你累积到100个 TP 的时候呢，我们会送你去旅游啊，所以他在所以他才叫旅游积分嘛，送你去旅游。那么去哪里旅游呢？去东南亚。那么其实东南亚呢就是我们的 Ruby Trip， 我们叫 Ruby Trip， 我们 Hall of Fame 里面的 Ruby 呢都是去东南亚国家的，泰国啦，我们说缅甸、印尼，有没有？这个地方我们都去了很多次、哦、所以这个 Ruby Trip 呢，你也可以跟着他们去 ，OK， 一张票100分换一张票，这个是 redeem 的、哦、你100。那么如果说，哎，这次的 Ruby Trip 我们是去，比如说我们去曼谷啊 ，Bangkok， 那么说啊 ，Bangkok 我去很多次了，啊，那边 shopping 我也买很多了，我不要去 Bangkok， 我可以去远一点吗？可以，你只要把这个旅游积分呢再往下累计 ，OK， 来我们看，往上累计。你可以累积到200分，因为它自动的嘛，对不对？自动给你的，你不用特地去看它的，你一定会有在你的一个我们说一个 button 里面、哦、在 system button 里面，你会看到你有多少个 TP 的。TP 越多的话，那么更好，有没有？所以200 TP 的时候呢，你才想要去啊，你就跟我们的 per trip， 哦，我们的 per 跟 sapphire 的 trip 呢是去亚洲的，比如说去日本啊，去韩国啊，有没有？啊，我们接下来会去Busan也是韩国了，对了哈、哦。所以这个是 per 的 trip 啊、哦、，per 的 trip， 所以你要去 per 的 trip。你就扣一个200分，只要就是说在我们 DNG 里面呢，你除了赚钱过后呢，他不知不觉不明不白的公司一直送你去旅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公司就是你都没有 fight 嘛，你只是在做对碰不了，公司就送你去旅行了， OK， 所以200分你去 per， 如果不要的话，你说韩国日本也去太多了，好了，300分好不好？300分你就跟 Emirates 出去了， Emirates 去哪里呢？ Emirates 去欧洲。OK， 所以如果你本身还不是 Emirates， 你本身都还不是 Per， 但是你的对碰的累计分数是有在那一边的话，也可以跟着 Emirates Per Ruby 一起去旅行，好不好啊？这当然好嘛，有没有？来给我一个掌声一下好吗？给公司给 Mr. Perry 一个掌声一下来。啊 ，OK， 来我们看下去啊。所以刚才我讲了旅游积分 Traveling Point 这个 Bonus 里面呢，有两项东西的，一个是给我们积分去旅行的，另外一个呢，来我们看下去呢。叫做 Titanium Certificate， 这个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也是给大家增加收入的一个我们说武器。OK， 什么武器呢？每个100分，刚才我们说 TP 100分，对不对？你去旅行了，如果你要的话，你去旅行了。同时间，公司呢再送你一个 Titanium Certificate， 什么意思？你拥有一只锁匙 ，OK， 拥有一只锁匙，你随时 sponsor 到一个 Titanium 进来。一个 Titanium 是什么？就三个3980，对不对？你要把它拆开都可以。一个 titanium 都可以 ，OK， 拆开就等于三个3980哦。好了，
要 key in 给新 member， 好，要 key 给新 member， 就是说你要新的 recruit， 新的 sponsor， 你去 sponsor， 公司会发货给他，给他 LB， 给他 ranking， 他是我们的会员。但是呢，这个11,940块呢，你的顾客给你呢，是你拿的，不是公司拿的，明白吗？所以公司是送你，价值差不多12,000，我们这样子讲了，12,000公司是送你的，每100分工资是送你一个，每100分工资送你一个，明白吗？如果你可以累积到300分的话呢，你这个Titanium Certificate呢也有3张在那边，那边价值36,000了。OK， 你可以当做是什么呢？你去 Emirates Trip 的时候，去到欧洲的时候，你有3个Titanium。OK， 很努力的开市场，找3个人 recruit， 他做了Titanium，你就拿了差不多36,000去欧洲玩，去欧洲 shopping 咯，明白吗？所以从这边旅游积分这边呢是这样子来看的，他自动跑的送你去旅游，再送你 pocket money。Pocket money 怎样来？就是给你 Titanium Certificate， 明白的意思吗？ OK， 所以这个来，我们谢谢公司，谢谢老板了，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在我们 DMG 里面呢一次赚花红，一次赚旅游。你有听到人家讲去旅游去要怕的吗？因为后面呢又再去旅游了，明白吗？ OK， 所以如果那个是积分的，那个积分是积分的，这个是名人堂 Hall of Fame。 OK， 这个是 Hall of FameOK， 那么 Hall of Fame 我们知道了，我们公司里面呢有 Ruby、Pearl、Sapphire 等等很多不一样的这个 ranking。那么这个 ranking 到底是怎样来的？来，我们看一下，它是累计花红达到这个名人堂哦，这个 Director Board 的。只要你在一年里面呢，定好一年里面你的累计花红呢是12,000美金的话，自动你就是我们的 Ruby。那么 Ruby 呢，我们会在大会上面呢，我们去表扬你哦，而且你会有一张票，刚才讲了去这个东南亚的票。那么12,000是去 Ruby、Pearl 相对的29,000。啊 ，Sapphire 55,000 ，Emerald 101,000，有没有 ？Crown Super Crown，OK，、okay? 那么这个呢都有相对的旅游奖，我们会去哦。那么我相信你去到 Emerald 去到 Crown 的时候呢，啊，这个旅游奖你应该没有看它了啦，你可能带老婆去啦，带孩子去啦，有没有？可能也可以带我去啦，明白啊？也可以带我去啦，因为那时候呢，您的收入、您的花红呢是非常可观的。各位，你看到吗 ？Super Crown 530,000美金，530,000美金，你知道那个多大吗？哦，好，来我们看下去。第10也是我们董事花红，当我们出团的时候，去旅游的时候呢，公司呢会发放这个 director bonus， 因为你去旅游，公司再给你一个 pocket money 哦，叫做 director bonus。那么这个也是我们第10项的花红 ，OK。所以一样的 ，Pearl 我们有700哦 ，Sapphire， 那么 Emerald， 我们说 Crown， 那么可以看到 Super Crown， 我们再另补70,000美金，那个是马币280,000，各位。这个是 out of 你前面9个花红，前面全部都不算 ，out of 那个530,000你累计的不算，有没有？再另外补你70,000，马币280,000。那个时候你去欧洲玩还是去，你请很多人去都可以了哈，你要买很多东西回来都可以的 ，OK？ 那么到时候记得不要忘记我哈，今天给你们介绍这边，到时候不要忘记我哈，记得带我去 ，OK？ 好吗？来，我们再看下去呢。接下来的累计这个花红啊 ，accumulated income bonus 这个 period 呢，我们有所调整，就是明年开始呢，是每年1月1号到12月31号，就是 calendar month 啊 ，calendar month 容易算啊，容易算。以前如果你记得的话，我们是11月到11月尾的，接下来呢很容易算，1月1号到12月31号。那么换句话讲，今年你要 fight， 你比去年的人，比明年的人更划算，为什么？今年我们的算法是从去年的12月开始算，你多了人家一个月的时间，明白吗？你多了人家一个月的时间哦，是3个月 ，OK。所以呢，你要把握把时间追回来。虽然 MCO 吃掉我们一个月，整个4月哈，但是公司这边再送你一个月，然后再送你一个月，所以呢，有13个月时间呢，把这个director 呢去 fight 回来 ，OK。好了，10个奖金我讲完了，所以每一个奖金每个花红呢。都有不一样的人是适合去看适合去 fight 的 ，OK， 所以你认清楚你自己今天的定位，那个是你看什么 bonus， 更重要的你想你自己在未来的半年3个月里面你自己在哪里 ，OK， 这个我帮不了你做主意的，如果你要我帮你定的话呢 ，Super Crown 你自己定，你自己看怎么样做，开小组会议问你的上线好吗？好，来我们看 ，OK， 好的，那么接下来呢要跟大家谈的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看一下哈，好，这边又看到我了 ，OK， 好，各位，谢谢你们到这边为止哈，那么刚才我们。